二点五九公尺是几公尺几公分呢？我们来想一想。首先，我把二点五九公尺拆开来，我把它的整数跟小数部分分开，那它就是二公尺和零点五九公尺。那零点五九公尺会是几公分？我们先来想一想，零点五九公尺是多少个零点零一公尺？是不是五十九个零点零一公尺？ 再来，零点零一公尺是几公分？我们刚刚有学到，零点零一公尺就是一公分，所以我可以说零点五九公尺就是五十九个一公分。五十九个一公分是多长？就是五十九公分嘛。所以二点五九公尺，它就是二公尺。 和五十九公分合起来。